石家庄, 河北省省会, 距离首都北京约286公里, 是京津冀地区 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。 石家庄市第42中学 位于石家庄西北部, 是燕赵大地上 一颗璀璨的教育明珠。 学校于1993年兴建, 2002年 发展为河北国际学校, 2018年 成立河北国际学校教育集团, 是一所拥有6000余名学生, 400名教职工的河北省重点中学, 河北省示范性高中。 作为中国首批汉语国际推广中小学基地, 学校与世界3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, 每年有近百名来自泰国、法国、美国、丹麦、意大利、荷兰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, 他们在这里学中国字、画中国画、习中国武术, 唱中国戏曲, 欢欢喜喜过中国新年。 他们把美丽的石家庄当作自己的家。